一拉喽！市府亲子电影院正式剪彩启用，结合跨局处，市长谢国梁出席开幕典礼。以后爸爸妈妈带孩子们来洽公的时候，在志工的陪同下，可以把孩子们暂时的放在我们市府一楼的亲子电影院。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有片商慷慨的提供一些影片内容，都是好看的卡通，可以让孩子们一起短暂的时间来共享。那我们也感谢社会处跟中发处都有协助，在这过程中也都有志工姐妹陪同。亲子电影院开幕，谢国梁带领小朋友一起开箱，室内温馨的布置，还有懒人沙发，让小朋友紧盯着荧幕观看卡通动漫影片。大概几年前嘛，我就有拜访过新加坡樟宜机场。那樟宜机场当然是全世界一个很有名的机场，但是它有一个这个电影的放映室给转机的民众来可以使用。那当然，他的目的不是要让他的民众看完整部电影，而是希望他们可以短暂的消磨一点时间这样。那我就有想到，就是而且他也是一样，有一个志工在门口协助。那我就想到说，这个基隆的父母们，其实基隆就是我们一直要打造，就是让父母带着孩子觉得这个地方舒适、友善、方便这样子。所以不止让路口比较安全。爸妈带了孩子过来，如果他要忙一些事，暂时把孩子们放着，办完事再带回家。孩子们在这段时间也很开心，不会吵闹。市政府整合了局处资源，将原本一楼的市民接待室改造成亲子电影院。未来配合市政府办公时间，让陪同家长来市府办公的小朋友有个休息场所。市政府也将派专门志工陪伴。记者黄少明、基隆报道。